甚至为中心意识公布，关于新增加十三例本土个案，意识心理境外落来个确诊个案莫名其妙。本土确诊个案当中，高雄有一部卡三三年车道，也还含地黑内车来个相关疫情调查含地个做。指挥中心也是扬言宣布，疫苗护照也是一周三百点开始用，比较澳门规格来推行。指挥中心讲，本人下载汉听，又有好护照经验，也下载用户口名簿的符号来推，民众都得用电脑，也系手机来申请。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为了预防奥密克戎受中毒，也是以起司、春饮果糖、木糖、一种飞、一点，也得部分给我落场所，并且要完整做系两门疫苗，能够为满是新年给注射记录。已经因为疫苗注射平台开放天日是起给登记，指挥中心发言人总印象讲，也去三十四点九万门莫德纳疫苗，已经做清注射系的 BNT 疫苗，还有二十二万个名额。南国人士是建议，我有新的一批莫德纳疫苗到货，我所以也给做在本月来做。国内合肥人的菜检标准流程，近来经抽取，也是皮试，已经的红标都在菜检，加印度屯东南亚也到端查红标，也是招生菜检流班，总共239人，其中93人是阳性，阳性率3.77%。